无所谓哦，总有杜总裁在善哦，真奇怪。这钱哦，那到最后拢转入了一个叫做吴全生的户头内底去。这个名无长寿，我伫个都会听过。我顶个传书会去见嘛，伊伫嘛瑞丰，甚至阁叫瑞丰全胜。阿姨，老娘这边同我聊天的事情，你两天要不要陪啊？卖花心哦。哎，吃蛋卷。卖。若愚，这拄好，等阮爸姐啊，我得带伊去做事情。还是为妈妈心想，咱会去炒一把双生。哎呀，那你去拄着朱若愚。